正第二五。孟懿子问孝，子曰：“吾为樊迟愈。”子告之曰：“孟孙问孝于我。”我对曰：“吾为樊迟曰，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生，视之以礼；死，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。”六，孟不问孝。子曰：“父为其疾之忧。”七，子不问孝。子曰：“今之孝者，是谓绵羊。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，不敬，何以别乎？”八，子夏问孝。子曰：“色难有事，弟子服其劳。”有九四先生传，曾是以为孝乎？